我说他值得切，我只开给你们看，那就我属于胡说八道了。这个百万级的东西继续切给你们看，我把它全部削成片了，看到没有？然后前段时间切的那个6.5公斤的饲料，然后你们问为什么没有下了呢？不是没有下了，是因为那边还在切着，没切完的时候，然后就封城了，居家休息，拿出一片啊，做了几件货，然后让你们看一下起货效果怎么切的，然后切了多少，起货效果怎么样，让你们见证整个过程。走了，去去。去拿那个饲料呢，给你们闲聊一个话题，就是苦难和磨砺能够带给人的什么。其实古人说过很多话，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自磨砺出。苦难呢是都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性格的，而且呢一个不经历苦难的人是不知道什么叫做慈悲的。可能这个时候很多人要反驳我，是吧，说我们见过的很多经历过苦难和挫折的人一般心肠都比较硬。其实你不知道，那不叫硬，那只是说对于某些很虚伪虚于表面的东西他已经免疫了，他一眼就能望到根本了，知道吧。有句话是这样的，心机深机缘浅，就是说我有真正的那些经历了啊，你有点小心机也好，或者是你去装个委屈也好，装个什么东西也好，我打眼我就能看穿的，就是普通的东西感觉我不会去在乎，其实错的。真正经历过苦难和挫折的人心是非常慈悲的。为什么慈悲呢？有句话是这样的，看人看事你不要看他好的时候怎么样，你要看他坏的时候他有什么事情是不做的。当一个从低谷走过来的人，他会知道在什么时间放手，然后给予帮助。可是呢，如果是说一个人顺顺当当一路走过来，他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他会变得很狂妄，然后他也不会真正的懂得什么叫慈悲，什么叫爱。所以话讲到这里边，然后呢就是大家伙交流的时候我就要说一个事了。如果说你在经历各种不顺心的时候，其实没有必要太沉浸于其中，你要知道这是你成长的一个过程。大部分人最后的获得的那个成绩和结果，真的跟他在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挫折磨难经历的各种不顺是有巨大的关系的。你经历的越多，你忍受的越多，你只要是能够相信困境能够使人格升华，一路走过来你就会发现，往回看所有的东西都释然了，所有的那些不顺心都释然了，所有的那些计较的事情也释然了。也这也就是说，很多人年纪大了之后很多事都看得开，不是看得开，是因为经历和磨难告诉他那些东西可以放得下，拿得起放得下那是要真本事。又跟你们扯多了，我也不知道我自个说的什么，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懂啊。其实说这些感悟的话，都是跟你们在一块聊天的时候，有一些话我说不出来，因为我本身每天都很忙嘛，只能借读说拍视频的时候，有时候跟你们聊几句。不管说的对不对啊，恳请多包容。马上到了，一会儿带你们看料的大几十件甚至上百件，然后回去之后我再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东西，让你们欣赏一下它美不美。6.5公斤的那个饲料呢，完了之后我把它全部削成片了，看到没有？这种片下了这么多。当然到了后边之后呢，它这个色就不行了。我拿了其中的一片，然后做了几个件给你们看一下啊，做了几个件，就是其中的一片取的啊。像这种件的话，这些所有的东西能取几十件甚至上百件啊，全是镶嵌件，这种满绿的有飘色花的，而且呢你看到没有，很多已经达到玻璃底的效果了，看到没有，非常非常的漂亮。这个料子你切完了，很多人等这个下集呢，然后等的苦苦等了一个多月，因为我这边居家休息没有办法。这里边呢谈到色料了，我再给你们普及一个知识啊。很多人玩完中水之后去玩色料，但是就发现卖给你色料的商家从来不敢让你切，基本上都是做工作让你收藏，对吧，你放在那嘛，完了之后过几年之后它就涨钱了。不是说它会涨钱了，是因为切会垮的，而且垮的连渣都不剩。不信的话，你手里有多少饲料你现在全部切了它试试，然后切完了之后你再过来跟我交流，我说的对不对，我说的话是不是套着心窝子说的。真的啊，饲料还是老生常谈，99%的饲料擦都擦不长，剩下的1%的饲料你把它擦长了，但是不一定能切长。值得擦又值得切的饲料太少了，非常非常少。因为色料本身风险也很大，但是长起来的话空间也很大。我40多万的色料我切完之后我卖过2700多万，当然了我有几百万的色料之后切完了之后还剩几十万的，所以说这东西很正常，涨垮嘛，一瞬之间。好了，翡翠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考验专业性和经验的事情，可能我看本书然后呢我在这给你讲的头头是道，不一样的，你到底懂或者不懂其实全是靠经验靠实战得来的，好吧。好了，这一期呢就跟你们讲这么多，然后这就是一个翡翠人的生活。一个料子盘货的话盘了1-2个月，当然了一个料子呢切完到现在为止1个多月，当然我后边要盘货的话可能还要盘很长时间，因为还要镶嵌。如果说做完的话，我到时候成品展示给你们看，看看这个料子到底出了多少货，然后你们也打打价。好了，飞驰呢带你体验翡翠人的生活，飞驰出品呢令你喜欢飞驰的双脚轮，爱你们。